欸，今天是来高雄看灯会的吗？对啊，那你们有没有在看？你们手上都蛮多东西的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在这边买东西排队的状况吗？花针，很多，就是我们买的东西，大部分的人都，因为很多人都来买。他来今天来主要是要看，想要看什么？就是除了主要是买东西、当晚餐之以外，还要顺便看一下那个附近的一些景点、跟灯会的那个放烟火的那个状况。